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露西日记。今天同大家分享蒙特利尔国际爵士音乐节。Montreal International Jazz Festival， 蒙特利尔国际爵士音乐节，是一年一度在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举行的爵士音乐节。蒙特利尔爵士音乐节拥有2004年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爵士音乐节。每年它有来自30多个国家的大约3000名艺术家参加，超过650场音乐会，这其中包括450场免费户外表演，接待超过200万游客。音乐节在20个不同的舞台上举行，其中包括免费的室外舞台和室内音乐厅。由于免费的户外表演向公众开放，并且从中午到午夜同时在多个舞台上举行，该市市中心的主要街道在音乐节期间会关闭，有些户外表演就在关闭的街道上举行，有些也会在公园里的草坪上。音乐节期间，大型的音乐表演会在大型的舞台进行，通常会吸引10万到15万人参加，有时偶尔也会破纪录，超过20万人。有些音乐会也是在室内举行，室内的空间可容纳从几百到上千人不等。一般室内音乐会都是要收费的。蒙特利尔国际音乐节最早的产生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由 Alain Smart 的一个想法。他的想法就是在蒙特利尔创建一个夏季音乐节，将众多艺术家聚集在一起。原计划在1979年夏天举办他们的第一个节日，但是由于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计划被打乱了，最后只能在圣丹尼斯剧院制作了两晚由 Keith Jarrett 和 Pat Metheny 主演的演出。从1980年开始，在 CBC 和 Radio Quebec 的资助下举办了蒙特利尔爵士音乐节，当时有12000人出席。这次活动被认为是非常成功的，并且从那时起每年参加的人数持续增长。2020年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国际蒙特利尔爵士音乐节在其40年的历史中首次被取消。今年2022年室内和室外演出全面恢复，有非常多的年轻的和年长的艺术家来参加今年的演出。在这里我只显示了一些艺术家的名字。今年的艺术节是从6月29号开始到7月8号。每年音乐节的举办时间也都大概在这个时间段。有兴趣参加明年艺术节的观众可以到他们的网站去查询。下面我们看一看今年艺术节都设置了怎样的舞台和几个艺术家表演的片段。Yeah, I woke up this morning, looked at the clock and saw the hour in the room. And that was how I knew today would be a mad song with the ice cube. Text saying that I'm in a mood. Baby, book a quiet room. Back shots like we're giving boys in a hole to celebrate. And I don't know, no one knows to celebrate. Thank you.
这里是 Rio Tinto 舞台，可以说是其中比较大的一个舞台。白天从下午开始，这里会有一些表演，一般每天晚上八点会有些有名气的艺术家在这里表演。TD 银行赞助的一个小舞台，白天和晚上都有演出，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这种类型的音乐。由 Rogers 公司赞助的一个中型的舞台，设置在街道边的公园里。 Rogers 是一家加拿大通信和媒体公司，主要服务于无线通信、有线电视、电话和互联网领域。今天早上起来在酒店发现手机不能用了，手机服务器没有接收信号，电脑也上不了网，没有网络连接，电视由于没有网络的连接也看不到了，一下子好像回到了30多年前没有网络没有手机的年代。本以为是小范围内接收塔的问题，无线通讯和网络连接很快就会恢复，但 Rogers 公司宣布今天早上在全国大范围内停止了无线通信、有线电视、电话和互联网的服务，原因正在排查中。后来又了解到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讲话时被刺杀，真是非常奇怪的一天，不知还会发生什么，这种不确定的感觉令人忐忑不安。吃完中饭，我们就来到了爵士音乐节，看到人们放松的表情，有的还带着从容的微笑，穿梭在不同的舞台之间。没有手机，没有网络，也没什么问题，照样可以来音乐节放松自己，享受生活。我所有的忐忑和不安
一下子都消失了。艺术节期间，有的艺术家是用英语来表演，也有的艺术家是用法语来表演。用英语表演的舞台稍微多一点，一般在任何的一个时间段都会找到用英语表演的舞台。需要看法语表演的观众，并不是任何时间段都可以找到用法语表演的舞台，最好事先到他们的网站查一下他们演出的时间表。还是同一组艺术家在表演。来蒙特利尔爵士音乐节，不仅可以欣赏音乐，还可以感受到蒙特利尔市民热情、随和、随性，热爱生活。这是说唱音乐的一种，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来蒙特利尔国际爵士音乐节，不仅可以听到地道的爵士音乐，还可以听到嘻哈说唱音乐、摇滚乐、blues、灵魂音乐叫 soul music、流行音乐 popular music、民间音乐 folk music、放客音乐叫 funk music 和近些年流行的重金属音乐 heavy metal music、 乡村音乐等等。Got scans on me, got scans on me.
是一个非常有能量的说唱歌手。在演出期间，偶尔会看到有人手举着听装的啤酒或者饮料穿梭于人群之中。如果你想买，可以向他们挥挥手，他们就会来到你身边。你可以赔现金，也可以用银行卡来支付。这里是这次艺术节设置的最大的舞台，由多家赞助商联合资助。舞台的两侧有两个超大的屏幕，可以同时显示舞台的演出，以便更多的观众观看。
She got that rusty, glossy mouth, God-given ass and that penicillin. She sucked the music from the stars, they say you don't have to look so hard, but if you look hard enough, you'll find that way.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请别忘记订阅、分享和点赞，你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最大动力，也欢迎大家留言分享你的感受，分享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感谢观看，我们下一期再见。